新闻继续来看，是发生伫咧顶个月21号，风一发渔船伫咧彰化的沿海来发生火烧船，有三个船长落海失踪，遗体终于伫咧嘉义县宝地外海来找到，海洋巡防总局宝地海巡队急报赶到现场来打捞，同时报请警方协助。风一发渔船伫彰化外海倒毁人烧的同时，海上相当恶劣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台籍游船船长以及三名印尼渔工全部落海失踪。事后虽然伫黄金72点钟内派遣4艘五船22艇，将近400人次全力搜寻，但是拢无找到。一直到案发了后12天，游船船长的尸体才伫宝地外海大约5海里处，被正伫咧进行掠鱼作业的渔民发现。巴掌西外海5海里的地方发现一具大体，那本队立即由线上的巡防艇5039到该海域去。那在16点50分的时候到达现场，那释放小艇将大体打捞上岸，在18点的时候就返抵对部码头。那经过我们队上初步勘查，该具大体是男性，那身上所携带的物品及身份证上显示哦，他的姓名哦，知道身份是去年就是上个月12月21号火烧船的宜兰籍红翼8号的所失踪的船长。那宝地海巡队指出，为尸体衫裤内底找到的证件，确认死者都是游船船长，遗体已经载往嘉义市殡仪馆暂时藏匿，通知家属前来指认，并报请警方相验。另外，失踪的三名印尼外籍渔工，至今依然还未找到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报道，采访报道。